我们做得很好，人跑了没有关系。哎，给我加倍警戒。是。 自己得知道丢人吧？好几千人守在这儿，让人家大摇大摆、无声无息的闯进来，大闹一番不说，还全身而退了。可你们呢？啊？你们连个人毛都没抓着，丢人不丢人？我二十九旅打建制以来就没这么丢过人。 冯姐姐，你放着吧，我来收拾。你快来吃点东西。我没事了，好多了。来，冯姐姐，我看你今天气色好多了，是不是病也快好了？嗯，我是感觉好多了。哎，高飞呢？高大哥一早就出去了，也没说干什么去了。肯定还是日军基地的事情。 姐姐，你说这事儿咱们能帮上忙吗？你想怎么帮啊？要不咱让组织帮忙打听一下。正好啊，我今天也要出去买药，我让少楼去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。真好吃，谢谢啊。 已经好多了，才几天呢，哪有这么快？哦，刘远那边有消息吗？要不然我出去走动走动。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？你给我继续休养，啊！哎，这么久都没消息，说不定也不会再有消息了。 21号，你从特别行动队调3个身手最好的队员，根据这份最新的线报，找到高飞，夺取他手里的军火库钥匙。如果不能活捉，就立刻放弃。钥匙到手之前，不能杀他。是。32号，你调遣几个最擅长跟踪的人。 到资料标注的指定地点打探消息，想办法找到秋田的下落。三娘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有，不过不是太重要。重庆方面打算再派一个巡查专员过来，明为检视，实为督察，甚至是来给独定军添堵的。巡查专员？没错。
据我们分析，这个是重庆方面打算慢慢架空卢定军的一个信号。有道理。那个巡查专员什么时候到啊？三娘从重庆那边得到的消息，明天下午3点，那个专员的火车将到达城东的新丰火车站。但是卢定军对此并不知情，专员也刻意隐瞒了自己的行程，其目的是想给卢定军来一个突然袭击。 警戒比那天晚上加强多了，这一下可更难办了。来了，我们发现高飞等人应该已经用他那把钥匙开过军火库了。 虽然没有成功，可也没有触发自毁装置。高飞的存在对军火库是个极大的威胁，请马上把这个情况上报秋田大人，我们等待大人的下一步指示。好，我这就出发，你们要和高飞保持距离，千万不要露出马脚。好，我知道。 鸟不回窝，树下有人。 两个过去，快点！
连枪号都没了，挺专业呀，不愧是戴老板的人。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？回去跟戴老板说一声，我跟他现在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如果再有下一回，别怪我不客气。 小姐，您是要抓药治病呢，还是要时令滋补呢？我们这儿的滋补方怎的也可是宫里出来的珍方。这个方子，帮我抓两副。行，那您稍等。哎，大人有礼。大人有礼，咱这次下山可包严了。你说在山上怎么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啊？ 要不然这大当家吧，怎么老跑到蓉城逛呀，老子呀！姚子你那些娘们儿，你白给你们眼前这一个漂亮，没有。小姑娘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让哥给你瞅瞅。大人兄弟，人家不搭理你。伙计，麻烦你快点。太反了你了！哎，大人兄弟，知道他是谁吗？啊？ 杀一人不眨眼的胡阎王，您得罪他那可了不得。不过，哥哥我可以帮你啊！伙计，快点！来来来，哎，这是您的药。哎，你说这些个娘们儿啊，软硬不吃。追，走。 小闺女啊，到哪儿去啊？啊！我这有些钱，算是给二位的茶钱。麻烦二位，让条路让我过去。钱？哥不差钱。哎呀，小闺女，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像我一个相好的姚姐，你们俩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啊？让我看看。 相遇，那就是有缘。哎，等你成了我们的人，那钱不自然也是我们的了？没错啊，有点意思。叫娘一，娘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我，啊，追。 干嘛去？甭想走，我这怎么算？这个，这抽是吧？你赔钱，甭想出这条街。老子的这条街混了20多年，什么样的主没见过？不赔钱，你们甭想出这条街，赔钱！他妈找抽是吧？哎，大下山时候不说了，憋着事儿，咱们弄个娘们玩就算了啊！要钱是吧？来，这是2块大洋，2块，5块。 他妈的，我活土匪！赔钱，收匪！好，5块。妹妹，不跑了吧？等哥哥啊！都在江湖上走，别把好事。 做绝了！大瞎子，骂哑巴，剔寡妇门，挖丢坟，老子就喜欢干这种绝事啊！只要你跟我们俩走，绝不为难你。
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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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站长，恕我大意了，我要再说了，吸取教训吧。报告，进来。任务完成了。请站长责罚，高飞他太狡猾了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出手就别说了，还有脸给我狡辩，滚！ 生量啊，高飞啊，你怎么就不是我的人呢？来了，油焖大虾！哎，咱们尝尝小班的手艺。师兄真棒！哎，小班，那两个人的底细你查了吗？啊，查了，我给他们俩胖揍了一顿，然后我悄悄跟踪了一下。 他们俩去买了点什么绳子呀、木材什么的东西。人呢？我找了个招把警察招来了，逮你了。送警察局了啊？啊，行。那赶紧吃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就喜欢吃这油焖大虾。这太……等会儿，让风姐姐先吃。风姐姐，哦，给，多吃点。你们吃吧，我吃不下，别管我了。 按你的身手，那两个人应该拦不住你。你是不是身体还没有恢复啊？我也说不好，就是觉得人特别晕，好像发烧一样，浑身没有力气。不会是疟疾吧？我也不确定，可是也反应又很像。但是龙城这儿从来没被传染过呀。要是疟疾的话，还挺麻烦的，因为治疟疾最管用的就是奎宁。 可奎宁是禁止买卖的药品啊，只有军方才有，我们到哪儿能弄到啊？没事，想想办法吧。哎，对了，我接到一个情报，明天下午3点，重庆会来一个专员，这个专员听说权力很大，是专门来架空卢定军的。那好啊，权力越大越好。那个，咱们先边吃边聊吧，来。 站长，我还有个情况忘了向你报告。讲，我从那两个日本人那儿偷听到，高飞等人应该已经用他的那把钥匙开过军火库，没成功，但也没有触发自毁装置。好，你立了一大功，下去吧。是。 局座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能通过天地乾坤阁的流远和我的解锁专家，都死了，卑职再无这方面的人才。可是，高飞开过军火库，说明他有能力过天地乾坤阁，虽开锁不成功，却没有触发自毁装置，说明他在解锁方面和机械方面也都非常的精通。说重点。更重要的是，高飞拥有两把军火库钥匙的其中一把，因此，卑职打算利用高飞帮助我们打开军火库，但又怕过于冒进，因此，请局座为卑职指点迷津。高飞有打开军火库的钥匙，但我们有打开高飞的钥匙。 局座是说，沈冰，高飞这个人重情重义，只要把沈冰控制住，也就能把高飞控制住。局座英明，局座英明。局座，那沈冰怎么控制他？
我自有安排，回头我把缰绳交给你就是了。多谢局总。不过想让高飞过来帮我们的忙，还需要创造一个让高飞无法拒绝的契机，这可是要好好下功夫的。是是，卑职明白，卑职明白。将军，将军，爷爷们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没有钱是吗？放我们出去吧。没有没有，有钱是不是？没有，哎呦！司令，刚截获了一份密电，说重庆方面的专员这两天就到达龙城了。这么快？重庆方面应该早跟我说才对。具体到达时间呢？这个我还不太清楚。不过我怀疑那边是故意封锁消息，好过来趁机摸摸你的底呀。我也是这么想。司令，这件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让一个巡查专员用鼻子到处乱闻，对你不利呀。如果再有人恶意中伤的话，这方面我会亲自管。我也倒想看看这个大专员是何方神圣，敢来我这里显神通。四帅啊，你那方面你不要放松啊，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是啊。我总觉得吧，这回行动还是太冒险了，回头我多准备点家伙。不管是为了资料还是为了哥哥的病，这个险我们必须得冒，只要处理得当应该没问题。关键靠这儿。明白。我看这回咱们是回不去我龙山了。哎呀，你老哭呀！他们就是为了要钱。韩秘书啊，顾队长，坐坐。你找司令有事儿啊？司令刚刚出去了。哦，司令，跟我进来。是。我都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现在情况复杂，就更加要讲规矩，不要给别人说闲话的机会。司令，我那是跟下属谈谈工作。屁股坐在桌上谈工作？我跟你说，有个难办的事情，我想来想去，就只有你能干。哎，司令了解我，您说吧，什么任务？四水那儿的情报，重庆专员今天就会到新丰车站，什么时候到，哪趟车到还不确定。专员大人既然跟我们故意隐瞒，我们就跟他来个糊涂对隐瞒。这怎么讲啊？等一下，你跟我一起去车站埋伏，一看见专员，就把他们当做共党可疑分子抓起来，不管他们怎么解释，你都不要听，抓起来再说。他不想看看我的工作态度吗？我就给他好好的看看我的态度。敢不敢看？敢啊！他们既然来找司令来了，我就先弄死他。好。啊，对了，司令，这个专员我不认识他呀。不需要认识。那帮只会躲在后面纸上谈兵的家伙，满身都是装模作样的酸气，哎，还自作聪明搞什么微服私访。哼，等一下，我给你指出来，你就给我好好的整他。嗯，除了那个专员，其他人只要不死不残就好。这我拿手。司令，您说吧，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就去。哎，记住，保密，这个只有你
跟我两个人知道。是。这就是龙城。要是让他接待，我就事先让秘书打电话了。他卢定军还不得乖乖的过来给我接待？周专员吗？是哪位啊？报告周专员，我是卢司令的副官。卢司令特意让我们来接你。哟，卢定军的人啊，这消息也真够灵通的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哟，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他喽。哪里哪里，卢司令已经摆好了接风宴，就等您开席。就等您开席了，行吗？既然知道卢定军为什么不亲自来，派你来算怎么回事？我们都是做下属的，就奉命行事。哎，那他是一个副官，你就不要为难他。谢谢周主任。你先回去，转告卢司令，他既然这么忙，我就先不去打扰他。啊，我自己先随便走走看看，过几日啊，我再亲自登门拜访。哎，别，那是周主任。哎，周主任，这样我回去不好交代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人回去，车留下，这样算是好交代了吧？那行，行，上车上车来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呀，哎，你什么人啊？我跟你说了吗，卢司令的人。不想死就赶紧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！怎么样，像巡查大员吗？戴上这个就更像了。哎，我这怎么样？像跟班吗？你不像，你简直就是。我这样行吗？太漂亮了，这个。好美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是个小丫鬟？不是，你要穿旗袍，那得是姨太太，这不好配合。行了，出发吧。走。啊，眼镜眼镜啊。两位，请。哎，我胡子呢？胡子。给你们。专员大人，下一站咱去哪儿啊？五十二师师部啊。是。开饭。司令，这打
等半天了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咋办啊？再等等吧。是。放行。报告。爷。李总，周专员到了。什么周专员啊？重庆来的巡查专员。巡查专员直接跑到咱们这儿来了？是。巡查专员，人呢？已经在大门口。你去，先让李副官应付一下。是。我的话，你们几个好好想清楚了。走，先跟我去迎接，看看这个周专员是什么来路。顾队长。光末清剿日军军事基地之后，有没有搜到什么？啊，那次行动我参加了，好像没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。那就是说还有东西留下？有，但真的好像是没什么用，都是一些什么日军的什么日常采购什么单据，没什么太大有用的。那些资料呢？日军投降以后。张光墨好像给他放到了师部机要室。走，跟我回司令部，再陪我去师部的机要室看看。不，那这大员咋办啊？咱不收拾了？先别管他，他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走。哦，是。撤。欢迎欢迎欢迎！哎呀。周专员，卑职29旅旅长张光墨，不知专员驾到，有失远迎了，包涵包涵。严重了，李座，我这神猫没打扰，别见怪啊。哎呀，哪儿的话呀，专员光临，我们这儿啊蓬荜生辉，我们还希望多听听专员您的指导呢。哎，想必司令那边你已经见过了吧？不知道司令对我们有什么交代没有？司令我还没见。这个光墨兄用兵如神呐，都已经传到重庆去了，所以我一下车就慕名而来了。啊，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哪能啊？你快见过，见过去。哎，哎，车里是啊，那人和卑女，那人身体不舒服，不能见风，老毛病了，就不下车了，恕罪啊！啊，哎呀，专员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您放心，我马上安排休息的房间，并派大夫过去。快去！哎，副官到，快带专员到贵宾楼下站。好，专员请。您请。来，把车开到后院去。来，马上给司令部打电话，亲自向司令汇报这个事儿。是，去。几点？司令在吗？找司令，他刚出去了。来来来，快请。哎呀，周专员，今天比较匆忙啊，包酒一桌，千万别见怪啊。哎，坐坐坐。你做客气了，咱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我对你深交已久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只要周专员不嫌弃就好了。
这样，这第一杯酒啊，我先提。代表我们全体官兵，欢迎周专员，敬周专员一杯。这第一杯酒啊，我不能喝，我也不敢喝。这第一杯酒啊，我敬你们二十九军同日军作战牺牲的所有兄弟们，我们不会忘记他们，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。来，这第二杯酒呢，得我敬你们。你们在前方浴血奋战，我呢在后方咬文嚼字儿，实在令人讨厌。我先干为敬啊！来，干！哎呀，快坐，快坐。特派员，这第三杯酒该我们敬您了吧？好，坐坐坐坐坐。你把日军军事基地清剿的712行动的备忘录交给我，快！是。司令，这是您要的备忘录。司令，您不在的时候，张旅长来过几次电话，说重庆的周专员已经到了师部。专员到了师部，司令，这个专员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不来咱们这儿跑什么师部啊？张旅长说他已经先在师部安排了接风宴，等司令一回来，让我马上向您汇报。打个电话给郑光墨，叫他好好招待，一定把人给我留住。啊，我们立刻过去。是。你叔叔这两个人不干正经事儿，跑过去跟人家吃饭喝酒，这要是喝多了，说漏嘴了，看他们怎么办。别担心了，高飞自有分寸的。再说，这也是应该有的礼节，如果咱们太刻意推脱了，那不反倒让人怀疑了，是吧？嗯。进来。周夫人，吕座听说您不能受风，所以专门从吃部请了最好的厨子备了点点心，让我给二位送过来。吕座还说，什么时候等夫人痊愈了，再专程给夫人接风。替我谢谢你们吕座。去啊！哎呀，咱俩真是啊，意气相投，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啊！不过，周兄，能不能给兄弟撂个底？这次来我们龙城，到底是何用意啊？嗯，这次我奉命前来呢，第一是督察接收事宜，第二。就是看看诸位有没有通共的嫌疑。什么通共？什么？通共？周兄，我想这不应该是你的意思吧？上面的意思，我
第一个不相信。你看啊，这在座的可都是我自家兄弟，我敢说哪个也不会跟着共产党混。会不会是有人想借这个机会整我们兄弟？你累了，靠近我，睡在我怀里，伸手相拥，掌心只有空气，撕不碎的记忆。死在一起，我爱你无可要求，爱你自作自受，爱像子弹穿透了胸膛，睡在我怀里。